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木桃子的鱼木鱼啊，小铃铛。嘿，小伙伴大家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嘞，欢迎收看我们最新期的《黑夜传说》第二集。感谢小伙伴的收看，小伙伴观看我们的视频要记得点赞、评论、订阅和推荐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能不能有点职业道德？打完之后就赶紧回来好吗？我没打死他。身为一个尊贵的吸血鬼，哎呦我的妈呀，来吧，咱们先回顾下上期视频的剧情啊。上期视频咱们是把等级提升到了8级，并且是做了这个什么血之基座，把咱们的专属武器都给它充能了，提升了那个攻击速度以及伤害。那么咱们这期的话，按照小伙伴们的要求，咱们得把等级提升到9级去，干什么？你可以让我提升到8级先吗？提升到9级，然后咱们再来做一套那个专属的衣服。OKK。看一下，首先是那个吸血鬼斗篷，斗篷的话需要用到纯净血液，纯净血液的话咱们都有，然后包括那个这套装备，哎，在哪去了？我看看啊，不要急哈，应该是在下一页。喏。皇冠、裤子、鞋子，或者是不戴皇冠，戴这个帽子，先戴这个帽子吧。都需要用到羊毛，我先做把剪刀。笑啥笑？没有。羊毛分别要红色羊毛跟黑色羊毛。哎，让我下去。对，我怎么把剪刀剪丢了？哎，黑色羊毛，白色羊毛的羊是哪一种？哦，哪种羊可以剪白色羊毛？就是白色的白，你还想从别的颜色羊身上剪白色的？哦，这里有头白色的，还有斑点的。这里也头斑点的，斑点的剪的毛都是黑色的。呵，我去外面找找，好多黑色的毛，呸，羊毛都是黑的，必须要白的吗？附近没有。哎，11个白的才2个。哦，有有有，好家伙，这么快就长毛了。好，看一下。哇，首先把斗篷做出来，漂亮。红色羊毛加上黑色羊毛，红色羊毛的话咱们去采那个，采玉美人。这个世界对我一点都不友好。咱们村子好像，哎，刚刚有个励志效果，村子好像没看到有虞美人啊。好像是的，我这边好像有虞美人。我看到了。哦，那你自己猜吧。哎，有半点的吗？哎，我开狂暴了。 OK， 这白色的给它染一下色，就可以先把斗篷做出来了。嗯哼。嗯。还差一颗钻石。箱子里应该有。自己的自己做啊，丰衣足食，哦，自己都走。嗯。我还差2个红色羊毛。我在找白羊呢，小白羊，你住了呀？下雨了。还得、nice. 还得再采2朵。哎，白羊白羊白羊，哥哥要多些羊毛。2个。虞美人还得再采1朵。
你顺便看一下旁边有没有虞美人。哦，好的。不用你看了，这里好多。我再找一样。好，OK。小鳄鱼是吧？小鳄鱼，呵，死亡翻转，死亡翻转是吧？你这一套对我没用的。刚刚就差把我咬死的，咬人老疼了。OK，把羊毛带回来啊。这两个够吗？我的是够了，给我。你人呢？我在打指令，我打指令，我不能讲话。好家伙，丢个羊毛都需要这么久的。我现在已经废了，我都学废了，行了吧？OK，先把斗篷做出来。好，这套装备的防御很低的。然后是其他部位，其他部位需要用到，看一下，裤衩子需要灰色羊毛。好家哎，伙！灰色有，灰色，快来，快来，一堆。你来我这呀？我得弄呀，我得弄呀。还需要棕色羊毛，棕色有的，有，棕色也有。还有白色。看呗，
解决了。我这边三级。前面好像还有一个。吸血鬼兰花倒是挺多的，好像又长出来一些了。不知道。哎，阿吉的，找的就是你。壁咚。三级的。漂亮。够了吗？我什么时候需要你帮忙过？除了收集物资之类的。来吧，喂饱我。我这边有二级的，我打一下。好 ，OK。升到九级了，把技能点加一下。哼，哦，暗血弹，我也学到了。嗯，我这是之前在箱子里面获得的那些东西，我给它带上了，不知道有什么对应的效果。再生暗血弹，吸血鬼之怒。召唤蝙蝠，给它换成一吧，看试试。暗血弹，哇，好疼啊！打你挺疼的吧？刚掉了多少血啊？4/3。哦，1/2。我可以啊，这暗血弹。是这个小僵尸，暗血弹，打了他一半血。而且它会有那个什么缓慢加虚弱效果。Nice。只不过冷却时间有点长。哎，刚没打中它，什么东西打我？好你个小僵尸！铁针呢？好你个小僵尸！我喷你一口老血，喷死你！漂亮。这套装备的那个耐久也不是很高，我觉得给他附上那个什么保护效果没什么太大的意义，就先这样吧。嗯，来吧，咱们这期的时间差不多该结束了，就先结束了吧。好的。先解决这两只小僵尸，我空手伤害都有7点，这么高的吗？还有小僵尸吗？我在点击呢，我不进来了，再见，就这样吧。你不进来就不进来呗，我还省事。好了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